我喜欢船。小时候，阿公总是会用日历教我折纸船，不是你脑海想象中的那种，而是这种。阿公的纸船有大大的棚子，折法很复杂。一条线，第二条线，一条跟着一条。最后有内蒙外翻，阿公说那很容易，但我只记得纸船上浓浓的烟草味。关于纸船，阿公有许多道理，而我只顾着尝试各种玩法。我也折过几艘纸船，却一直觉得不对。一条线，第二条线，一条跟着一条。我问阿公，纸船最后会飘向什么地方？大海。他是那么回答的。阿公丧礼的那天晚上，我反复回想每一个步骤。想象一艘纸船飘在平静的水面上，一条线，第二条线，一条跟着一条。最后一步，其实只是翻了一面而已。